次默默自出道以来尝试了多种发型发色，前阵子还因为头发损伤严重暂时停止了染发，而今日他挑战了大胆的造型，引起粉丝们一致好评。只见某某大胆的在刘海染上了金发，挑战了现在在韩国非常有人气的 Face Farming Highlights。 某某展现出个性十足的发型，让粉丝们不禁感叹是历代级的发型，真的没有某某不适合的造型啊。此外其他成员们也纷纷换上了新造型，让 WANS 们都开始期待他们接下来的新活动呢。